蔡政府关中天，言论自由已死。秋豆大游行，民众上街头反莱猪，民进党依然想强行闯关。水星紧张，嘉南一起倒作提冠，农民的生计该何去何从？大新闻大爆挂，头条开讲，新闻龙卷风，倾听民众心声。本周五在台南永康五龙宫户外开讲，无限期支持言论自由，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请锁定中天新闻及 YouTube 直播。